英彩儿呢日铺咗仔仔嘅造句功课，仲大赞仔仔写咗好句添。第一句 Jasper 就用咗帮助呢个词语，写咗我帮助我的妈妈拍照，都几正常啊。第二句佢就用咗浪费呢个词语，写上我每天浪费钱，难怪英彩儿要大赞，好句啦。